40多岁就给他讲的，我现在有气于溢水了，憋过20多年了，不知道我又死了，他哪个来照顾他？听到哪个地方讲得好，就带他出去，都没有笑。钱也花过，病没有治好。李华的病叫强制性脊柱炎后突畸形，脊柱畸形变成重度，就会压迫心肺，造成心肺功能障碍，病人有可能就夭折了，或者压迫到脊髓，造成病人的截瘫。他的手术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手术，从我们医疗的技术角度，他是一个珠穆朗玛。甚至更严重的就会危及到生命的，那这块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。不知道我又死了，他哪个来照顾他？起了治疗了。清醒插管不仅要求医生的个人技巧，关键是还要患者配合。术前因为他身体条件受限嘛，我们没法明确了解他的气道情况，我没有十分的把握。吸气，有点呛，正常。当这个管插进的时候，周围的同事都非常兴奋，我们觉得我们越过了最大的一关。因为李华长期这种弓着身子坐着的状态啊，他的髋关节就挛缩僵硬在了一个屈曲的状态。我们第一步的手术呢，是要做无骨镜的截骨，让他的腿啊离开嘴巴一部分，为二次手术做准备。第二步手术就是要把他的头抬起来，就需要在他的颈胸交界的部位把脖子打断，然后把他的头抬起来，再重新把他的脖子给接上。这种全脊椎截骨手术，他出现瘫痪的风险特别大了。心疼啊，心疼啊，没办法，这20多年来辛苦啊，这么样的苦，他吃一点痛苦都不行。先磨管，磨管，磨管，磨管。
进这儿测。做完了，刚做完，我说都挺顺的，出血也不多，我休息一会儿了。我夫人是一名心脏内科医生，这一段时间呢，李华的病情变化是我们俩交流的主要内容了。我们经常交流这些问题，也就是释放了一部分的压力。新手术，但是组合起来，这是一个全新的系统的工程。我们需要麻醉科、脊柱外科、关节外科、感染科，这个手术的一个多学科合作的手术。第三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，他骨质疏松的特别厉害，钉子打到这个骨头上一拔就拔出来了，内固定如果拔出来了，那也一样会有瘫痪的风险。感染的话就是灾难性的，它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，它在短期之内要做四次的大手术，它身体会越来越差，抵抗力会越来越低。最后一个做手术的就是髋关节置换。那人工髋关节置换之后，他就可以下地行走了。治理以后，一直看到母亲为了给我治病，比以前老了很多了，头发也白了，感到自己过意不去。他也不能一辈子照顾我了，所以想把这个病早点治好了，早点减轻他的负担了。
病对我来说是救命之一，没逃出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。我们全家感谢这个总大医院医生和护士和护士家，我看到儿子去医院高兴高兴。出来快到一年了，家里很多人还不相信我腰子体质了，所以想看我，想回家。